江总镖头可好吗？你也配问我大哥？我曾下过誓言，凡是威胜镖局的人最好别见到我，见一个就少一个。不过江姑娘你，我倒可以网开一面。喂，你别欺负小姑娘，小姑娘快要哭了。好啊，你倒知道我没有兵刃，一见面就送把长剑给我。快走吧，再加上一件的话，你可就要出丑喽。哼，好小子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还是别会的好，再会的话你可就不止光吉娘了。哼。